那中秋节除了烤肉跟吃柚子以外，还要做什么事吗？放烟火。你们中秋都在干嘛？放烟火。叔叔都在干嘛？洗脚肉啊。洗脚。重点还有吃马吉。然后你们知道什么？你们三个会坐前面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们今天三个要负责动手。啊？为什么说我们动手？不管就是你们，不然你要影响动脚嘛。对，影响你用脚打那个马吉。首先需要的材料有一个不粘锅、磅秤、牛奶、糯米粉、木薯粉、糖、沙油、牛奶600克。是的，600是吧？嗯。我感觉是到不完六百，今天就是在那边。要分板，就分300、300、200、200。操作有没有两百斤可以？是啊，是可以啊，倒下去吗？倒啊，倒啊！啊，直接倒下去啊？对啊，那、你就倒进去，然后全部倒进去拿一拿。对啊。神操作，漂亮！糯米粉100克。啊，有100，100。居然是这么一大碗，才100克。看起来哦。木薯淀粉60克。木薯粉。好，刚好，有反味哦。再来，糖40克，来糖。他决定的颜色。40克，你不是说我？40克啊，超过了。不行，我们吃甜一点不行，我喜欢吃甜一点不行啊。跟你讲，这是什么？左进右而出，到底？抱歉抱歉，你当过兵哪个兵啊？制止啊，好不好？这个吃沙拉油10克。哦，你就这样一匙下去，这样5克一样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对啊，10克有没有？然后进去，然后来，我们的时间到了，来吃大火吗？用小火，用小火，小火，要先拿一拿，是不是？用小火加热，然后持续搅拌啊。你们后面嘴炮就闭嘴啊，拿过来。小火加热，嘴炮还叫人闭，就是嘴炮啊。先搅匀再加热。对，你要听过来人的话。英雄，上面写的，先直接加热，就会开始。才不想管教练的姿势呢。需要打后期。对啊，哪天就打后期。要怎么怎样？我想要我稳龙啊。整团结盘鬼肉，那个你把它打散，这样龙比较快。好，是也是，他们是那个赛西老师这边。你没那么会西老师这边。确定有火？那有没有开？有啦有啦，有热，有啦。确定呢？我怎么没感觉？有吧？高哥，你怎么没感觉？感觉很久啊。那上面写的不啊？嗯，有耐心。没事啊，我没有剪接，先去改。直接切海绵宝宝那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拜拜。哎呦，他那个，哎呦，有感哎呦，有。来，那个火小一点，火小一点。手有点酸呢，你可以换手。以后睡不着就打麻吉，翻一下。有感觉，是要这样。有啊，有了。哎呦，你也是可以的嘛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平常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。老师真的是会煮的。撒粉就是水切块啦。要怎么切？你要确定这么软？他说关火让它浸渍一下。好。现在来到试吃时间，英雄你来分，我给大家试。好。来分这团马吉，你要分区这个老板外面卖多少钱？老板说卖100，我这边我们这个还跟加一，没有一天的。技术不好，修，有，好，那味道都出来了。好，你先让它就是外面沾花生，均匀的裹上花生粉。把它打扁，到底操作？我也不懂。等下把它打扁。翻面，没有人接单。自操作。来，我们请英雄先试吃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试吃时间，来粉丝先吃。又吃了。哈哈哈！你就把粉丝吃掉。好滑好嫩，入口即化。什么东西？自己煮自己吃啊！好，看一下我们厨艺多好。其实蛮香的，真佩服我自己。像不像啊？啊！吃太多了，一口接一口啊！是的，是的，好吃，好吃，好，欢迎，欢迎。OK， 不错，是真的不错。嗯，不错。
火影耶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刚刚会不会太敷衍？不好吃。好，吴翔，请说。谢谢大家。好吃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试吃。就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它了。但是，速度就是可以的。满分五分，我给他五分。啊，所以吗？换新老师。吃东西最最重要就是先闻，蛮香的，好不好？这个色泽也是不错，看一下，有股奶香，很像在那个牧场里面刚挤出来的那种感觉。所以你看到的画面是什么？我好像看到一群草原，一群牛在奔跑，他们还在吃草。你要不要吃一个？我吃饱了。最好是有你们说的那么蠢啊，就不用马蹄啊。嗯，是好吃啊，是好吃的啦。嗯，好 ，OK， 大家试吃到这里。什么？所以杀猪了，杀鸡杀鸡。欢迎大家挑战分享成果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是闪电狼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拜拜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！